下来是小站。然后我刚刚真的是经历了漫长的换车时间，应该说没有等换车时间，是经历漫长的赶车，赶快赶到下一个换车的，真的是没事不要挑战自己。我的车子来啦，要搭公车转到那个美山，然后这班车是11:10发车，我是10:56到日吉站，所以有14分钟的空档。下车了，我先去对面看一下，那是不是回来的？这里应该是回去日吉站的地方，确认一下，来看一下巴士时间。那我最晚的时间要在3:51那一班车，那是我觉得最晚的时间要走的。那看等一下情况再说。他放音乐。这边没什么人，而且很空旷，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。像是河掌村就是散落的，然后大内宿是整齐的两排这样那种感觉。那这个就很像梯田这样往上涨，觉得很有趣。然后我刚刚搭公车啊，都没什么人，就是我跟另外一组欧美人士而已，就这样。我先往前面这边来看一下。有什么东西，因为我现在其实不知道往哪边走，但我看那个刚刚跟我搭的外国人往这边走，所以我就跟着他们走了。这边有一个停车场，现在没车，那我去停车场旁边那个小屋看一下，因为他说可以吃东西。哦，这里是食物的地方，来看一下他的餐有什么。哦，又是荞麦面。过来这边有厕所，那那一间是什么呢？看一下。哦，是买土产的地方。然后店家前面看到一个地图，所以我要来拿一下。它上面还有盖印章的。那它里面呢有一些明信片，可是都是那种画的那种。然后还有。美山牛乳，我等一下再来买，140日币而已。还有冰淇淋，结果我进来吃了，然后我点这一个，因为它这个是有热的，然后这个是冷的，所以我不想点冷的。今天其实外面天气还是有一点点小冷，然后这个加了甜不辣，变到1550日币，我觉得有点稍贵。那这个也有可以加那个饭。加350日元而已，其实蛮便宜的。但是我等一下想去吃喝咖啡、吃冰淇淋什么的，所以就先不要吃那么多。我的食物来了，是一个荞麦面，然后它旁边有那个酱料包，可以自己加进去里面。我等一下吃到一半再来加。刚刚店员送了一个这个松巴柚，他说等我吃完荞麦面。可以喝它。好，我刚刚吃了一口啊，它这个面啊，跟我一般吃到的荞麦面不太一样，它有点偏向面线的，就是细细的那种感觉，蛮不一样的。我吃完了，然后我要来处理这个。他每次只要给我英文，我就很痛苦，因为我英文比日文还要烂啊。看起来很像是吃完饭后把那边的。热水加到这个手把里面的这个酱，然后呢再把它喝掉，看起来像这样。如果我错了可以下面纠正我。然后他说这是日本传统的吃法这样子，意外的蛮顺口的，我就把它喝完了。吃完出来了，其实意外的还蛮不错的，因为荞麦面我都会吃到很腻，就吃到后面。然后我刚吃完是好好的吃完了，没有很腻了，所以我觉得还行。那我要进去那边咯。这里真的非常的乡下哎，就是田野，然后房子。它的茅草屋好像只有30几间而已，就
就没有很多，然后其他是一种木造房子。那我先走这里好了。啊，不要，我先走那个，那边有一个很醒目的红色油桶。对，我先走这里 ，Go。然后这是它的，不能怎样，不能怎样，总共有九个，大家注意一下。啊，旁边有它的地图，很可爱。这地图看不太懂，反正就是一些路跟一些茅草屋。这边看起来是杂货店，可是我看它没开。然后外面有两个现代化的自动贩卖机。日本的三大茅草屋部落分别为岐阜县白川乡河掌村、福岛县大内树与此地京都的美山茅草屋之岭，被指定为日本国家的重要传统建造物群保存区。而美山在每年有两次的消防喷水演习，在冬季的时候则有雪狼可以观赏，四季皆有不同的美景哦。来看一下它的路标，我先往美山民俗资料馆的方向，刚好有一个樱花，超漂亮的。这个是比较偏粉红色的，这里真的非常非常的乡下的，而且都没什么观光客，真的非常的放松，那个氛围完全不一样。这边有一个采花的咖啡馆，看起来很漂亮。来去看一下它的菜单。哦，还有美山牛乳的冰淇淋，然后它有卖一些大福，或者是哇，这个是用茅草屋造型的，好可爱啊！还有一些小点心，很赞哦。继续往上走。它这边每过一阵子都会有路标，其实标示的蛮清楚的。这边还有个小秋千，好可爱哦。这边有个小小的神社跟鸟居。发现它的盖子，这个应该是鲶鱼。见风其实有点大，都觉得很萧条，好像来这里就很萧条的感觉，跟我那时候去北海道神宫有点类似的感觉。普明寺就可以进去吗？好像没有说不行哦。来到了美山的民俗资料馆，来进去看一下。他应该跟河掌村之前去过那种名家里面一样，就是会介绍一些器具啊是什么的，看一下内部是什么。那一个人是300日币，他是礼拜一休馆，开馆时间是10点到4点哦。哇，进来里面了，进来的票长这样子，然后他刚刚有给我一个中文的导览，这边有介绍一些美山这里的东西。它这个楼梯哦，要小心走哦，一不小心的脚就会不小心太超过，然后就会有点扑街感。它上到上面二楼，可以看到茅草屋的内部，我觉得这个很棒哎，它内部长这样子，我觉得做这个人真的很厉害。有兴趣的话大家一定要来看看。然后有人也会在这边住一晚，像这个就是改建成民宿，可以上他们官网去订房。这边有一间咖啡厅，还去吃个冰淇淋。
这里有那个Tamago Kake Gohan，这个之前在仓库有吃到，好吃。还有布丁，还有跟冰淇淋，它布丁是手做的。那我去点个冰淇淋吃好了。去里面买了它的牛奶冰淇淋，看起来暖绵绵的。那个冰淇淋真的是超好吃的，就是那个牛奶的香味非常浓郁，然后吃起来有点像那种绵绵冰跟双起灵的混合体的那种感觉，很好吃。大家来这一定要尝试看看冰淇淋。它的梅软，往前走会有什么呢？我决定要赶2:01的车回去，就是来这边小逛一下。来看一下地标，来去织井八幡神社。这边感觉坡道蛮陡的，在上面。有一个大鸟居。江户时代就有的本店，我又爬刚刚那个坡上来这了，因为这里还有个镰仓神社，刚刚忘记去到，所以我又爬回来，好累哦。然后爬上来后，这边有一个小小的高台，我就可以直接看这里的美景啊，好漂亮啊！我要往回走了，准备去等公车。那我这样走一圈，吃个东西，差不多花费了2小时左右，其实还蛮快的。因为它这边不大，它这边是38栋茅草屋而已，然后也不是每一间都来做商店，它只是部分有一些一点点是民宿，然后大概2-3间的商店，然后其他可能就是个人的住家这样，所以并没有很多家可以逛。可是呢，这地方比起大内宿跟合掌村的话，这边就是比较安静，也没有太多的观光客的感觉，所以有空还是可以来走一下。这边大概待1-2小时就好了，看你有没有慢慢的吃东西。但这边的话，像我现在季节是没有东西，就是有一些小樱花，但是它的夏季吧会有放水的活动，然后跟冬季呢会有雪狼，所以大家可以挑那种时间来，当然那时候应该会比较多人，那这个时候来呢就是比较安静的慢慢逛。我刚刚买了这个美山牛乳，140日币，来这边就应该买一下吧，来喝一下。这边停车场旁边啊有个小坡，我决定上去然后拍拍看，这里感觉就可以拍到比较好看的照片。这边这个视角真的比较漂亮耶，好美哦。然后这边这个桥的过去这边啊，就是稻草屋的茅草屋的原料。然后这个走下去呢，就到我们公车站啦。回程的车来了，我搭的是2:01的车。
准备搭车了，这边全部都是樱花花瓣哎，哇，樱花的季节超棒。山阴本线真的是有够多人，大家都从蓝山回来，终于从人海瀑布转到这里来了。接下来搭哈鲁卡，哈鲁卡就是 Hello Kitty， 所以非常的好认。那它可以从京都直接到关西空港，非常的快。那我要去搭自由席，一样是用铁路通券。那自由席是在五号车吧。到天王寺站了，然后我要先去逛街啦，先逛庙，然后等一下可能去肉脯看一下。现在天气又开始飘雨了，还好都是我玩完后才开始飘雨，这样我觉得还不错，还行啦，可以接受。然后我现在要去后面的 loft， 去完 loft 然后就会回南波了，然后就会回住宿，不会再出来了。